它里面的门字不止出现一次，好像写的破破烂烂的，看不太出来怎么写。所以你就自己想嘛，那如果他写门会怎么办？这个会不会写得很利？有可能哦，会不会粘到会？哦，那上去的时候这里会不会想要写得很重？诶，会哦，这里会很重，然后哇下来哦，下面会不会很长？会不会很尖？会。哦，你看边写边问自己呀，不然你都不晓得怎么创作啊？会不会写得很密？会那么密一点？会不会很密？会，不一定了。有时候他写得很细。密可以很密，但是也可以细细的密，也可以重重的密哦，所以不是一定要怎样的哈。然后这十步他都没写过啊，天哪，怎么办？管他的，就写三角形，啊，会粘到会哦，他这个部分会粘到那什么，粘到地老天荒，像那个祭字啊什么，有个字也是有这个部分，想了啊，你大概就稍微回想一下。你之前有没有写？他到底有没有写过？有写过，他怎么写的？一定要有这种概念，不然哦，真的，你说他创作真的会脑筋一片空白。你要他想啊，他好像有，有啊，记得啊，对，把它配上了啊。如果没有呢？啊，没有，就你最大了。没有，你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成，他有写过，我还记得我那个笔顺写错了，完全写错，但是我才不理他，照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再重录会浪费时间，才不要。哎，现在好像又写错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写完你，人家只看你作品，根本不看你在当时怎么写，有没有够密？哎呀，有没有够密？有没有粘住？有粘住。这个水好像有写过，上面写得很小。好了，尊重他一下。记下面我已经忘了，但没关系，忘了就是，所以。忘了是很正常的，我一直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啊，我写的不像，啊，写的啊自己怎么样，没关系啦。当你都忘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最大，就不要管了，就想说他大概会怎么写，这会不会写的很大，有可能，这点会不会点得很粗，有可能，因为他的写的范字写很少，所以其实你有时候啊，如果你真的要创作，可以参考什么，参考其他的。龙门二十品啊，因为那个时代其实差不多啊，写出来的风格啊，那种调子好像都差不多哦，虽然还是有点小小的差异，啊，也是差不多的，80%差不多，剩下20%自己编。好，做出强烈的粗细差距了，好，真是令人。紧张，好，言部好像有出现，但是好像破破烂烂的，不晓得他怎么写，不晓得怎么写，就是自己编。啊，有这个左右出现过，写的还蛮紧。靠近写宅，宅到吓死人，写，你说为什么碰到？因为故意的。哎，这里面真的是一天到晚都碰到，啊，这个折出方粒的样子，靠近，撇出去，往上推，重的，粗的，忘记怎么写了，啊，伸长，靠近。扁的，封起来的，成好像我写过，不过我已经忘记怎么写，所以忘记怎么写就是写自己要的。你可以去再去翻字，翻一下那个字帖，但是懒得翻。
好像是写直的，好像是这样，没关系。我还是想办法写的，非常的密，没有最密，只有更密。啊，中间不能写太重了，因为快挤不进去。有时候叫适可而止，有时候叫这个赶快刹车。有些字啊，写起来啊，都会想到别的字帖。前阵子写到的公权的路，公权有写过这个路，还有印象，脑筋来浮出来了，真是干扰。写字写多就会干扰，一想到啊，那个谁谁谁写过啊，那个谁谁谁也写过。哦，那个人谁写什么样子？哦，这个家书书法家会写成什么样子？好像不太一样。啊，这样哦，会有干扰。说干扰还蛮严重的，突然就一闪神就写成那个样子。想办法用笔如刀，想办法密不透风，想办法找到那个你要的角度。角度，写字都在找角度了。那你说那个角度，其实一下笔大概就知道它会长什么样子，然后要手腕在哪个角度，所以都有了。角度哦，有时候要看远的用笔哦，近的用笔有时候看不太出来。我有设计好几个画面，三个画面，你自己去看哦，哪个角度看得出来？因为我自己没有眼睛可以看，我现在边写没办法看镜头，你就自己看一下。这一行有两个目。两个鱼啊，所以我会稍微写一点不一样。密不透风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写，全部都是自我想象。所以创作的时候要有个感觉，叫自我感觉良好。哦，你绝对不要对自己的信心产生怀疑，那你又写不下去呀。自己催眠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你写得很棒，你写得很挺，你写得很密，你写得很迅速。来，难度来了，难度来了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哦，这个密度啊，肯定要更密。想办法写到很密，密到我自己都喘不过气。再密，好，挤进去了。右下角尖一点，让它刺一点力气，下面可以粗一点，碰到里面。现在密一点，往旁边拉长一点，哎，送到底。哎，平切入笔，转正，出到细。到 C，够不够密？够密就再密一点。
字啊，就是激励的表现，到底要怎么表现出这个字的精神？怎么样写出它的疏密？哪里是很密的，哪里是疏朗的，哪里是主笔画，哪里要深沉，哪里不是主笔画，哪里间隔要多少啊？这个都要想好。那写的时候，其实写之前大家都想好了。上面那个山写得很大，那我们这个山我就没有必要写这么大哈，要写小。那写小，下面就可以写大。那这写字啊，真的是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当然也可以倒过来，同样两个山，还是可以把它倒过来。那里面你看它挤不进去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写很粗啊，还是可以左右连到啊，还是可以写三角形啊。